对于这一条路，真的是紧张还是忘词？没有关系，我帮你想，紧张还忘词，我们就说紧张就好。是感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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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感动，哎，感动，感动，说不出话来，到底整几？还有我旁边这一位，你是仙女吧，维尼？我真的很像你仆人呢，吼！那为什么你跟其他四位男主角差那么远？制作单位有在用颜值分座位。不啦不啦，你开管啦，其他婆婆啦，我也想要演《台北胖子图鉴》。哦，女。啊，拍摄我见你会无可能陪镜啦，我就是假修扮呀。对于这一条路，是紧张还是忘词？没有关系，我帮你想。紧张还忘词，我们就说紧张就好。是紧张，感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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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感动，感动，感动，说不出话来。谢谢。后一整集，还有我旁边这一位，你是仙女吧，维尼？我真的很像你仆人呢，哦。跟我挑一样颜色的衣服，金价洗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睡在一起了。睡着睡着，也就有好事发生。我们可芳的肚子里头有个小太阳，恭喜！夏雨乔乔乔，夏雨乔的小操插在手里头，对不对？好可爱。为什么你跟其他四位男主角差那么远？制作单位有在用颜值分座位。不啦，你开管啦，其他婆婆。我们人都有很多体质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是过敏体质，有些人呢是灵异体质，我是易胖体质，他是得奖体质。欢迎薛仙灵。我们的男主角个个是百变天王，这位变最多，因为他直接从偶像歌手孙协志变成我们的变态教主，欢迎姚春耀。康仁哥变胖又变瘦，哎，康仁哥你有外送？哎呀，叫吴康仁送。女神在戏里头是男神收割机，全世界的人都爱她。小美，答应我，以后遇到这种角色，拜托推荐我。我也想要演《台北胖子图鉴》。哦，女，啊，拍摄我见你会无可能陪镜了，我就是假修扮呀。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。不然你要怎样？你看今年金钟奖入围的，实际综艺搞得跟戏剧一样，那个光小姐还去露营，奇怪呢。结果，戏剧变成实境秀。哎，这不要乱讲了。往内互打不少，对，就在说你们两个，情侣档也很多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哦，哎，还有很多第一次入围戏剧的小白，哎，尼克白，亮哥，乔乔。仙灵，可以开始拍了吗？啊，哦，开场影片哦。导演，我不想拍了，我想直接出去跟他们说话。啊，喂，这个脚本我们想一个多月嘞。导演，没关系，你找蔡淑臻演就好啦，她入围女主角很会演呐。我要出去主持金钟奖了，祝你幸福。他比你要可爱多少？